香哦。对啊，专门给你买的，因为你想吃很久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早餐店。然后布布本来没有感兴趣，看那边每天有人排队就很感兴趣了。我都不知道他那边有咖啡，所以我就买了一杯咖啡。我以为他们只有橙汁。橙汁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好像没有对焦啊、哦，对焦了。太大了。他们的这种汉堡就是属于里面都是放鸡蛋的，所以它其实是一家早餐店。我排了好久，因为我看他那边就是好像今天下雨嘛，就是我看 take away 好像没有人，我就进去了，然后就直接点了。点了以后才知道，点完了要再继续排队，我就在那里等。我的天哪！如果知道要等的话，我肯定早就放弃了。哦，点了之后还要等？对，我不知道点了之后还要等，因为点的时候他就是直接让我进去点。哦，对啊，就是好像我们走过去的时候都有看人坐在那边等的食物，对吗？嗯，他们是现场做的，是吗？在现场做的，好吃吗？烦。哈，但是你一直说要去吃，所以我今天就给你去买了。如果我是有没有爱？有，一天宝宝。如果我是那边，哎，排了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吃这个的话，我肯定会。你肯定会气的。对呀、啊。我吃这个先吧，你先吃。这个很咸很咸，咸到爆了。可能是我吃的那块，有点咸，没有咸到爆啊，有点咸。现在是我的turn了。啊，它里面只有蛋吗？没有别的东西啊？他说这个是他们的最经典的什么的。我新买的这样两个罐子，就是打算放我这些燕麦，但是感觉有点买小了。我之前用的都是这个夹子给它夹住，后来我决定就是买这种罐子的话，就是每次捞一下会方便一些。哼，但是买小了。哎，没事了，我之后再去买一个有长一点的吧。这个是我们超喜欢吃的一个 cracker， 超好吃，就是单吃或者是配 cheese 吃都超级赞。这样装好了，就是每次拿起来会方便一些。哒哒哒哒，当当，加油！哎呀，你把它 ……Oh no！ 嗯，不，没事了。你买奶茶就已经很好了。对呀、啊，还讲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又开始回归我的 Pilates 了。啊，好着急，今天稍微有点迟到，赶紧去了。啊，终于练完了，好爽！现在准备回家吃午餐了。是搬家嘛，然后就是搬家就压力真的还是蛮大的，然后我的皮肤又属于大干皮又敏感，所以这个环境一变，然后压力一大，我整个皮肤的状态就超级的不稳定，脸上就是冒出来很多小疙瘩，时而感觉很干，时而感觉很油啊，真的就感觉有些时候身心的那个压力比外界环境给的压力还要大。然后这次就是身心加外界环境一起，我现在用到的这个水就是我
已经跟大家就是分享过无数次了的这个 La Mer 的精粹水，就是这种有点稍微有点粘稠的这种质地。说实话，我自从找到了这一瓶精粹水以后，我真的就是疯狂爱上，尤其是我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，就是我都会用它。我今天出去就是逛街买东西，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很想要买那个 BV 的那个 mini Jolene 的那个小包包，然后一直断货，所以我今天只是买了一双鞋子，之后那双鞋子的话就是可以跟大家再做分享。眼霜我最近用的就是 La Prairie 的这个组合，这个是它的眼部啫喱，我在之前的购物分享里面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了，我最近就是用它的一整套，是那种透明的啫喱质地。等我第二步就是这个精华，然后眼霜的话就是这个。然后最近我精华一直用的是这款雅顿的精胶来维稳，一款很经典的油类的精华液。我新家这边就还挺热的，我这边每天必须要开空调，就是属于那种24小时要开空调的那一种，所以像我这种大干皮又有些敏感的话，就是瞬间裂开的那种，而且就是会明显看到自己的那种小干纹小细纹有很明显的增加。然后这款精胶里面是含有神经酰胺的，是雅顿专研和应用30年的王牌成分，能增加我们皮肤原有的神经酰胺，从而加固肌肤的保湿屏障，起到支撑作用。屏障好了，肌肤就会强韧有光泽了。然后还搭配了能够让就是皮肤细腻柔嫩的海茴香提取物，还有山茶籽油加椰子油这些植物精粹来以油养肤。现在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精华，我觉得算是我换季维稳的一款必备精华。它这里面打开来是这样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的，我就非常喜欢，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新鲜，然后卫生又很方便。它是这种透明的油状质地，流动性是非常非常强的，这种一颗一定要全部用完，因为它是不可以收的。然后我一般都是会把它先按压上脸，然后就是搓热这个手掌心，给它这样向上抹，给它带到，反正有多的就是给它涂到脖子上就好了，按摩一两分钟它就会吸收完了，后续上面霜啊什么的完全不会觉得油腻，就是它只会让你感觉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保湿，然后很柔嫩很 Q 弹那种感觉，就是很舒服。最近我就是有每天连续使用它，就明显感受到我的皮肤有变得娇嫩，而且能够看到这些假性的小干纹有减少。我其实以前有用过这种修护类的产品吧，但是我觉得见效都没有这么快，所以我觉得精胶真的是干敏皮的救星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，非常非常强烈推荐你们去试试看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涂面霜了，我面霜最近已经刚好用完了一款，所以其实是新的面霜，刚好可以跟你们一起拆，也是老朋友了，所以感觉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了。 La Prairie 的那款充盈面霜，按压式的，所以这种包装又是非常的卫生，然后很方便，我真的是很喜欢这样子的包装，就是感觉不会跟空气接触太多。今天挤的有点多，但是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像太多了，好几个月没有用这款面霜了。其实我最近有在考虑给大家录一个 Q&A 了，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些小伙伴就是断断续续有留过言，说想看 Q&A 这样的主题。我之前一直没有录，感觉对自己可能是有点不大的确定吧。我觉得真的是有人想要看，或者有人真的想问我问题吗？不一定是关于我的，其实就是任何就是一个聊天项吧，可以是相互的。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探讨形式也是挺好的。我在鼓励我自己。对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就对之后想想，我们可以聊聊天。Anyway， 现在先这样吧，晚安。这里有两种玉米，上面是黄色的，下面是白色的。来了 Arab Street， 这边就是很多卖布料的地方。
看这里的建筑物都是那种很异域风情的感觉。这里还有很多卖布的地方，我之前还在这里买过一条布，做过衣服。他刚才跟我讲，他带我去 Machi Machi。I love you so much。卡夏是周杰伦开的奶茶店吗？是还是他喜欢喝啊？他开的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。我还从来没有喝过，去看一下吧。哦，所以这个 I love you so much 不是你自己创的，是他本来就有的。当然了。原来是这里的一个广告语。噔，我买了他的那个比较普通的奶茶，还蛮好喝的，没有糖会好喝一点。OK， 我们现在带这个下面那什么 ？OK， 转折，转折。我们现在到了这家啤酒店，它叫 Beer House， 但是它其实这里有好几家不同的冷饮店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我点了他们这里的一个叫做 Kaya Flip 的一个 cocktail， 好像里面的味道还蛮奇怪的，就想来试试看。我还蛮喜欢这个店的那种风格的，就是有一点那种杂货铺凉茶店的感觉，后面还写着凉茶，蛮可爱的。我觉得这边还蛮有意思的，就是他们比较传统的那种饮料加上酒的这种 cocktail。现在要戴上我的泳帽了，戴上泳帽就会很好笑。小蝌蚪。我觉得我今天可以玩那个。算了，今天不要了。今天很累。你都还没有游。游好多趟。从这里看一个，很美的这个镜头。好棒！感觉带着这个镜头，很好笑。对，很酷的。很酷的是吗？对。OK， 我觉得拿掉可以。你是来这里来这里运动还是拍照啊？你还要运动吗？要啊。好，拜拜。好冷呢、啊。也好吃了吧。